处圣惠贞德堂新建教友活动中心所举办的荣光归于主音乐会。五块处圣惠贞德堂的教友活动中心，它是新建于1930年所盖的一栋平房，到现在已经有80年的历史了，早就老旧不堪使用。为了教堂的福传事业发展，经过努力的争取，终于获得西班牙道明会同意及赞助，但这个工程所需的经费要2000多万，又适逢金融风暴，募款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当贞德儿童少年合唱团的指挥石高武老师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欣然乐意参与此募款的音乐会。因为贞德他是在1986年由西班牙籍余万德神父协同石高鹅老师所创立的，他隶属于台湾西班牙道明会，所以贞德与道明会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深厚。今天所有的门票收入，贞德将全数的奉献为新建教友活动中心所用。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首先邀请五块处圣惠贞德堂的主任神父何宏道何神父上台为我们致辞，让我们掌声欢迎。